是电源开关，我们要把它拉下来，整车就有电了。这个是油门，油门，这是大，这是小。再一个是启动开关，启动开关。再一个是熄火，往外拉。再一个是照明灯，灯的开关。这是液压油表，这是电流表，这发电机的指示表，这个是水温表，这个是机油表，这是一个直压调节，直压调节是调节它液压压力的大小的，反直压调节是调节它上下的，上下速度的，这一个是慢提升，慢下降。它是结合这一个反直压力，结合这一个反直压力来调节的。压力越大，压力调节越大，它就下降速度越快；压力调节越小，它的下降速度就越慢。然后这一个是希塔，这一个是卷扬，这一个是蟹塔。这一个是旋转、正转、反转，这一个是快提升、快下降。前支腿，这是两个前支腿，往上是起，往下是落。这是两个后支腿，往上是起，往下是落。这是后支腿的伸缩。操作杆是行走，